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。迪迦奥特曼拿了一枚硬币，他要来买饮料。他看了看，选择了最右边的按钮。哎，饮料贩卖机掉出来了两只机械恐龙。这只长着锋利的獠牙，好像是一只暴龙。它们还可以一步变形。看，变形好了。接下来来看一下这只三角龙是怎么样变形的呢？它也可以一步变形。看，我们的机器恐龙变形好了。迪迦奥特曼买到了两只一键变形的机器恐龙，他开开心心的坐在恐龙身上回家了。初代奥特曼也拿了一枚硬币来买饮料。他看了看，选择了中间的按钮。饮料贩卖机掉出来了两个汽车人。先来看一下这辆大卡车，它是汽车人里面的擎天柱。让我们来一键变形。看，擎天柱变形好了。接下来这一辆汽车人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上面有汽车人的标志，这好像是一辆布加迪跑车，它也可以一键变形呢。哇，好酷啊！他的手上有双刀，好像是一个忍者。那你们知道这个汽车人叫什么名字吗？初代奥特曼好开心啊，他买到了两个汽车人，正好初代奥特曼可以坐在他们的身上回家呢。这时候赛罗奥特曼也拿了一枚硬币。赛罗看了看，选择了最左边的按钮。贩卖机又掉出来了两个汽车人。这辆黄色的跑车是谁呢？原来是大黄蜂汽车人，看起来好酷啊！这辆卡车可以变成哪一个汽车人呢？他的车上好像还有两枚武器呢。他也可以一步变形。哇哦，原来是探长，他的手上有很多武器呢。正好赛罗奥特曼可以坐在他们的身上回家呢。贝里亚也拿了一枚硬币，他看了看，选择了中间的按钮。饮料贩卖机掉出来了两只霸天虎的成员。这是一辆喷气机，它的身上还有霸天虎的标志呢。那它会变成哪一个霸天虎成员呢？来一键变形一下。变形好了，原来这是霸天虎里面的威震天。威震天可以隐藏变成一辆隐形的战斗机呢。接下来这辆黑色的越野车会变成霸天虎的哪一个成员呢？这还是一辆警车呢，它的身上也有霸天虎的标志。来变形一下。哇哦，出现了，原来是狂战士。贝利亚买到了两个非常厉害的霸天虎的成员呢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喜欢记得订阅并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